我觉得非常美好，就是啊，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在做同样事情，就是像情侣一样。I really appreciate her effort， 就是说早上如果我九点要去跑步啊，她早上六点就会起来陪我去跑步了。对我来说 ，it's hard to find someone like that。在生活上，她都非常的照顾我的感受，就工作上压力比较大，她都很想要付出，去跟我一起分担我的压力。一起跟我想办法要怎样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应该很难找到这么棒的女孩了吧。所以 yeah that's about her。 Nobody loves you like I do and I never want them to。 Nobody loves you like I do。我想说的就是谢谢他出现在我生命里，而且是在我最低落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的生命再次点燃起来，让我更有目标的去奋斗，我要去争取我的未来，我的人生。 Yeah and I love you。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跟他相遇吧，他愿意去先打疫苗，然后大老远的飞回来就跟我见了一面，我觉得那一刻是最感动的。未来的话，我想要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未来，就是他赚钱，我也可以帮忙他一起赚钱，不是他一个人而已。然后两个一起把整个家庭顾好，然后孩子们一起快乐的长大，这样子就简单就好了。最重要是两个人一起开心吧，幸福。I want you to know. I won't let you go. Give me your heart and soul. We'll never let this love go. We can't collide. We're crossing over the great divide. Take my hand, we'll run away. Here with you, my.I love you. I really, really do.